Che cala.6万都没刷满。 15分钟再刷一次，就刚刚。你的。但是你超过收，没有刷很快的，一两分钟刷一次。一两分钟啊？不是一两分钟，它是计时间刷。它是固定时间啊，超过这个时间，就是说，打比方这个玛塔刷了10分钟之内没死的话，它就另算时间的嘛。那10分钟内之。 死了之后，他立马就会刷一只，就在这个时间段里面，立马刷了。等到9分钟的时候，你把它杀了，第10分钟的时候，他立马就会刷一个。如果说第10分钟没打死，然后，如果说他第10分钟的时候没打死，他就会从零再开始往后推迟。 推迟刷新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每10分钟刷新一次，然后10分钟之内没打死的话，他就会接着往上叠加。那最高养多少级？什么？那这是什么时候才会再刷一次啊？就是1到10分钟之前呗，有可能1分钟之内就刷了。 算了，7级的，我操！打残血一人送一波，别打死了，打残血他妈的该撤撤。<笑>打残血的送。 送吧，给他送回去，过来送啊，那个。 鬼火好看，我哈雷。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觉得。送人头，别跑，送人头。送人头。送人头，送人头，送人头。把人头送给他。打残血了，别跑，让他把你咬死。啊，你们，别舔了，舔的挺嗨呀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这边放一个隐藏包。这里放，你在这里放个普通的隐藏包，放个普通的隐藏包，放，不要删除啊，直接放这就行。对，你随便走哪就。在这一块放上去，在这站一下就哦，对，就是放个这个，到时候你们把那个 AR 电池放进去，然后不要把这个画点皮给拿走就行了，不要动这里面的瓜子皮就行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垃圾东西就不要放了吗？你那个待会儿买点那个 IR 电池，好吧，那你过来说。十级，别动。过来呀。我包呢？
你还有子弹啥呢？160，你回去，你回去买点阵吃，再补点子弹子。电池，你问他，你问他要什么电池 ？A2 电池，这个对 A2 电池。你买个六七八个，四五个，买个四五个暂时够用。绝对能随便死。不是，你们也可以。
不要放奶台子了，你就放个复活台就可以了。啊，我就是在搜奶台。你要学他，刷这个怪啥衣服都不穿，就拿枪和子弹药，甚至药都不拿。靠，直接丢地上的呀！放这个包里啊，放这个包里。包里估计满了吧？包里是空的，啊？那我刚刚放了半个，空了。哦，我拿了。我已经捡完了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靠，太远了，打不到。阿兹，阿兹，不是南港人吗？他估计应该想换号给摩托车。